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陈老师啊，带来决战羽毛球新的一期啊，咱们继续匹配啊。然后的话，这一期我换了块拍子啊，然后对面的话又是个宇航员，而且是个男性的宇航员，而且对面又是一个秀恩爱的图像，又是个情侣头像，应该是个真人啊。这一期我换了块 A 等级的牌子 ，A 等级的拍子，但是可能还没我这个 C 等级好，因为我那个 C 等级强化过不少啊。好，我们直接开始不管，好，先给他一个后场高远球，然后放过网前，对面这一拍直接出界啊。力气确实很大，对吧？好，这波再给他一个后场高远，对面哎呦，后场的直接一个原地的一个劈杀，这个让我有点始料未及啊！这一波，看一下对面正手发网前小球，哎，这一波陈老师反应慢了，老年反应了，我靠！我等一下要把这个按键就是再设置的靠拢一点啊，就我四个手指都说拉不开。好，这一波对面后场条杀球，陈老师接住了啊！这一波对面的话好像也是喜欢打拉吊，但是我也还了他一个啊！对面叹了口气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？那起后场直接起跳杀球，这一波再起跳杀球，好，再来后场起跳劈杀，再来第四拍啊，直接杀死啊，然后直接给他发一个哎这样一个嘲讽的表情啊，嘲讽表情，后场起跳第一拍，来挡住啊，后场原地的劈杀，再起跳劈杀啊，起跳杀球这一拍给他一个挑球，哎对面没那个反应过来，继续嘲讽啊，继续嘲讽。啊，谁叫你？哎，对面，哎呦，你也嘲讽对不对？你很嚣张，这波杀球非常的贱无比啊！啊，对面是个情侣头像，很恩爱嘛，对不对？碰到我的话，啊，都得玩是吧？好，6-2，非常轻松，继续嘲讽啊，继续嘲讽。啊，对面哭了是吧？哎，哭了对不对？哎，这一波的话，对面后场起跳劈杀是没接到啊，但是给他一个机会吧，稍微给他点面子，来挑起来。哎呦，对面提前一个预判啊，再给他拿了一分，6-4，但是没关系，我手握。两个赛点呢，哎，来这边守住啊，来后场球杀，再杀，哎呦，对面又守住再杀，好的，连续三拍啊，其实这个也算劈杀吧，因为球速不是很快啊，这波赶紧把体力补满，第一场还是赢得比较轻松的啊，看一下第二场啊，由我发球，正手发网线小球，挑起来，对面一个很慢的一个劈吊，这一波。后场的一个劈吊，好起跳劈杀，起跳杀球，来，这不找死吗？这个网线球你敢挑成这种质量，这真的是作死啊！哎，对面头晕了是吧？啊，头晕了是吧？哎呦，哎，来，继续，我预判了你的预判，再来啊，直接2-0，继续嘲讽，继续嘲讽啊！我让你秀恩爱是吧？我让你秀恩爱，我让你秀，来，你杀杀不杀？哎呦，这个没接到啊，有点失误啊，没有关系啊，来。来继续杀，杀不杀？好，你不杀，你杀球软弱无力，这个人啊，哎，这个男的杀球软弱无力是吧？应该你跟这个女的，你应该告诉 你应该换男朋友了，对不对？应该换我这种类型的，杀球勇猛无比。好，继续来杀杀不？哎呀，这个有点失误啊，对面叹了口气啊，感觉好像很不容易赢了一分，对吧？没有关系啊，后场原地杀球来，哎呀，对面又守住了。我再来，哎，4-2，继续嘲讽啊，继续嘲讽啊！你男朋友杀球软弱无力是吧？软弱无力，哎，来给你机会，给你机会，可能是因为网络延迟的关系吧啊，有的时候这个游戏确实会比较卡啊。好，这波一个擦网啊，好，继续嘲讽，啊，继续嘲讽，看一下啊，来一拍，来给你男朋友机会是吧？好，再来。嚣张，继续嘲讽，看看你男朋友，看看你男朋友，看我多么牛逼！来，放个网线杀，起跳杀球，再杀，游戏结束 ，game over， 拜拜了，哎，拜拜了您哎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